1921大地震吼，啊，就陈叔陈师兄走来我厝，讲慈济伫个南投起足济校，啊，欠水电的人才，我是水电的师傅，我用利用拜六礼拜时间啊，爱去南投水电起的校，啊，迄个工地吼做水电，做足济的工课吼。是甲外口我咧做个工课，拢无同啊。因为厝诶迄阵吼，有伫趁钱，按做厝就是时间吼，拢无吵闹诶吼，但是心情较轻松，诶，趁欢喜心啦。是这是诶，十节吼，就是讲差啦。你要做这了后吼，我认为讲哦，我迄歹习惯诶，作势安尼，因为无叫吼。啊，当时我拢把手机拍完，啊，佮按倒来，啊，佮很负债啊，闹到吼要离婚呢。我听着书啊开始啦，啊佮按内底书影负债啊，迄个兄弟先吼，甚至讲啊，遐朋友吼，一电话拢拆掉，莫佮联络啊。去年七月吼，伫疫情啊内底都中风吼，啊，就拢唔知影啦。中风以后，对我的行动啦、甲的智力吼，拢有些发损伤。朱姐，苏兄，苏姐吼，足侪人来搞我关怀，感觉足感动的，体会我人生真正无常吼。我爱赶紧来对住个脚步，对较紧的。